有时候想起过去，真觉得和做梦一样。小时候，大人们都说我又白又乖，我妈就说我特爱臭美。她那时候是芦台一小的老师，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嘛，说一小的一个老师就能顶一个县长。然后那时候，县长的孩子啊，局长的孩子啊，还有看守所所长的孩子，都要往他的班里送。那个大鹏鸟啊，从北海飞到南海，趁着大风扶摇而上，可以飞9万里那么高。但是呀，它得等每年6月风吹得最大的时候才能飞得上去，这就叫扶摇而上9万里。扶摇下雨了，走。小时候过得很开心，可是后来，爸爸就被判了劳教，然后妈妈也被软禁在学校里了，我只能和妈妈一起住在学校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时每天有一个女老师陪我们睡觉，一定都要看着的，我们不能去买菜，一个月才能被放出去洗一次澡。我跟我妈身上都出那种湿疹。那时候我就很自卑，因为在电视上看见我爸戴手铐嘛，然后站那儿被人训。我爸是县里的播音员，大家都认识他，就抓他当典型了吧。我当时就不理解，因为那些抓他的人以前都是他朋友嘛。在迫害之前，我们家里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法弟子在学法。可是后来就有那么一天，大家都不来了。然后我们家里还铺着那个学法的垫子，但是就是没有人来。人家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生本来就是变来变去。真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带我去公园里练功。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们一夜之间就成了政府的敌人。在那以前，我觉得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后来才明白，有的时候就会黑白颠倒，真假难分。所以我感觉，很多时候，你不能用和别人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化妆的时候可能要多喝喝水，就是让自己嗓子就是好一点。Hello，听得到吗？导播。哎，你那个右边有一点碎头发，右边有几绺碎头发。小时候天天看我爸上电视，现在我这也是女成副业了吧？人生真是挺奇妙的，苦的时候呢，感觉根本就看不到边儿。可是现在回头看看，如果不是当初我那些小小的坚持，真的就不是现在这样的人生了。
应该是一年级的时候吧，就是因为爸爸不在家嘛，在学校里就是经常受这种歧视。那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了，但是一堆男同学就围上来要打我。他们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你没有人保护你，你是可以被欺负的。然后我当时有点委屈，回去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没事儿，我说修炼人要忍，没事儿。然后妈妈说我做的对。那时候没有钱买衣服，然后穿的都是以前小的衣服，我妈妈就把袜子那个腰给剪开，然后缝在那个秋裤底下，然后这样秋裤就变长了，就是一节一节的那个秋裤。之前生活的都是很优越的，然后一下子就变成很落魄，什么都，哎，班里条件最差的一个好像是。我妈妈她也不能上班，然后说是让她当后勤，很多想让她教课的那些学生家长也没有办法，他们都觉得很可惜，那么好的老师不让教课。2001年8月，在联合国推行与保护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整个事件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目的是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该组织并向与会者提供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分析录像带。该组织还在发言中指出，政府对人民实行。那时候我和妈妈在一起做一些真相的光盘，真相资料，好像做了很多，后来有人把它说出去了。都别看了，关了。光盘哪来的？王慧娟老师给的，她给我们四年级办公室的老师每人一份。还给谁了？不知道了。王老师，你要虚心接受党和政府对你的教育。真相光盘大家不都看了吗？那对母女是被杀人灭口的呀。现在不是讨论真假的时候啊。看见我妈妈周围围了一群老师，这次房间很大，人很多。然后他们一看我过去了，就是说那你就先跟孩子待一会儿吧。然后这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妈妈得走，说你要听话，你要听奶奶的话，你要就是做一个好孩子。我当时都没有概念，我说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就怎么说这种话。然后当天中午领导然后一些主任什么都在就是疯狂找我妈，好像警察也在找，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去吃风吧，25块钱一位，还有座，快上快上。去吃风的，去吃风的，还有座啊。离家之后，我没有地方去，因为我没有远房的亲戚，我就坐着车漫无目的就走，走啊，我不知道到哪下车，我从2点多我就一直坐车坐到天黑。我先生在1995年他就感染了那个乙型肝炎，因为医院特别不好治嘛，就找到几百里地以外有个老太太就是偏方治这个。可是3年之后他又犯了，98年的7月份那天我们就去了，我们都在回来的路上嘛，在火车上，他那个面部表情都特别的绝望的那种表情。郑娟，那老中医的方子很灵的，上次不都好转了吗？
刚才我去拿药的时候，那老太太正和旁边的人说，在她这儿拿过药的，要再犯，估计就没得治了。我在门外边，正好都听到。我这个病啊，估计没得治。我当时嘛，听完了之后，哇，我就趴在桌子上哭了，我那精神嘛，一下子就像垮了似的。慧娟，干啥呀？咋了？这谁呀？哎，好像是电视上播新闻的那个人，那是他媳妇儿吧？慧娟，别哭了，我们再想办法。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和站到了，请您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慧娟，有序下车。到站了，咱们也下车吧。We are arriving at 宁河 station. Please get off orderly with your belongings. 法轮功。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咱妈不是练那个法轮功吗？听说特别祛病健身，我们也去试试。在绝望之后啊，我就突然想起那时候呢，我婆婆已经练法轮功了，我就听说呢特别的祛病健身，哭着哭着我就抬起头来，我就跟她说我法轮功。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早早起来了，就找练功地儿去了。从家乡逃出来后，我去过很多的地方，到过河北的平泉、张家口，也去过北京。哟，怎么着，姑娘？小两口吵架跑出来了？这儿啊，每天从这儿过，每天都有抓法轮功的。这时候呢，我就想跟他说大法的真相呢，还是不说呢？因为这是在北京嘛，这个特殊的地方。我就想，一个医生给你把这个病治好了，别人说他不好的时候，你能不能为这个医生说一句公道话呢？其实呀，我也是练法轮功的，我先生的乙肝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以前呀有牛皮癣，夏天都穿长裤长袖的，你看我现在都好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那些啊。姑娘，不瞒你说，我们北京出租车司机啊早就接到通知了，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5000块。不过在我这车上，咱从来不干那缺德事儿，有些事儿啊你们心里都明白。您真是个好人。嗨，哎，看着没，东方广场，李嘉诚投资建的大楼，占地啊10万平方，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商贸中心。到了北京啊，甭想着不开心的事儿，到处转转啊。
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我们一起啊发资料贴标语，我就买那个红纸买毛笔，写法轮大法师正法，哄我师父清白。后来在平泉呢，我们贴那标语被警察盯上了，所以我们打算去另一个城市。由乘坐 G348次列车的旅客，请整理好行李物品，到西侧候车厅准备检票。旅客们请注意 ，G348次列车开始检票，请到西侧候车厅检票进站，前往四号站台等车。旅客们请注意，请您随身携带好自己的物品，配合安全检查。携带危险物品。哎，等一下，帮我检查一下。去哪儿啊？北京。哟，练法轮功的，哎，逮着一个哎。那个人就特别兴奋呐，有个练法轮功的，哎呀，就像中了奖似的，因为举报一个他会得到钱，对吗？其实那时候我很有机会就走，因为和他隔着几个人，可是我一看他被抓被发现了，我想他怎么办呢？我就没有走。哎，带走来，哎，带上车来。啊，怎么就打你？哎呦！又跑过来人了，哎，你这有便宜。他下来看呢，TMS分是假的。他下来看呢，这然后我就这样一扬，我说你们是被欺骗的。我说那个刘思颖她妈妈不是练法轮功的，政府造假，政府造假。还有警察这时候就啊，来了一大帮人呢。哎，别打人！哎，警察别打人！松手！松手！那时候爸爸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修炼大法的嘛，然后爸爸是乙肝，说是传染，还不能跟别人说。那个时候坐火车去外地去找偏方，然后还提前嘱咐我说，哎呀，千万别说是看乙肝呐，你就说我们去看亲戚了。然后就想啊，但是我想啊，什么是乙肝我也不太明白。然后只是发现爸爸真的是没有劲儿，我们在四楼，然后爸爸就是每走一层他就停在那儿，可能要喘一会儿，然后我就一直跑跑跑跑得很快。但是修炼之后呢，他就能跟我比赛了，他就上一从一楼跑到四楼，他就说咱们比赛看谁先跑到家。就是慢慢的嘛，就感觉哎，我爸爸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陈然，小点声啊，室内体育课也是上课。对了，明天课间操时间你们全得去操场，在大横幅上签字，大家要一起抵制法轮功，知道吗？我看你们谁不去啊。那些法轮功啊，昨天晚上我听新闻联播上说。老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以前和我爸妈关系那么好，他们身体变好了您是知道的呀。你说什么？你爸妈都进监狱了，你还说法轮功好？不知道啊，这待了好多警察。说你爸妈都进监狱了，你还说法轮功好？那我真的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就没有说什么，我就感觉一下子被突出出来了，那时候就很难受，就不想在班里待着，就想走。回家也没有办法跟家人说什么，只能自己哭。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会有疑虑，然后会问自己，我到底该不该坚持？想不想妈妈？
想妈妈回家的话，一会儿见了你妈就使劲哭，知道了吧？要使劲哭，听见了没有？王慧娟，会客。妈妈，扶摇。我发现妈妈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她在里边是有强迫她不让她吃东西还是怎样，感觉她瘦了很多，但是她抱我的时候还是很温暖的，就是我就躺在她肩膀上那样，然后摸她头发，然后她就转过来让我转过来给我擦头发。我记得那次梳完头发我出去都不舍得拆，都不舍得洗头。扶摇，嗯，你是想让妈妈出去照顾你呢，还是想让妈妈坚持？妈妈坚持。那你恨不恨妈妈？不恨。他后来跟我回忆说，那一次见面就是对他鼓励很大，他就是放心了。那个时候很苦，是会被歧视啊，或者是被冷落，那种心里很难受，而且对于小孩子来说很难受。但是我知道，就是大法是对的。看到一些古代的那些故事，看到那些仁人志士，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走的是对的，但很可能受到周围官员的污蔑，他们可能被削减官名，或者说是被杀头，但他们一直是清白，一直是对的，他们是千古留名的。我在这个平泉那儿被抓嘛哈，我在看守所的，我都绝食嘛，十一天也没有吃饭，我和那个同学都一起绝食。因为他力气特别大，就嗡的一声的，一瞬间都好像没有声音了似的。从那以后，就感觉耳朵就听力就不好了。孩子那个每年去看我两次，他那个假期的时候，平时呢。家里也不让他去看，我怕影响他学习哈，我也不让他去看，但是我一到每到放假的时候就盼着他来看我。妈妈，
那时候去看妈妈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妈妈的耳朵被打坏了，她没告诉我。会见时间到，妈妈。不要。因为我爸妈不在，然后我的那个心态可能就成熟了很多，就知道哦，不要去给大人添麻烦，不要去捣乱，你就自己本本分分的，就是正常的上学、吃饭、健康成长，就 OK， 什么都不要多说。我只是说，哦，就按照我爸妈要求的做一个好孩子，那师父要求做真善人的那种，那对我孩子的概念，真善人可能就是一个比谁都乖的小孩子，你就是做到自己最好。因为我爸妈不在，然后十岁就跟奶奶一起住在四姑家里。听到窗外有很多小孩子都在玩，我也想加入他们一起去玩，但是不敢。他们都知道我不是这家的孩子，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我担心又会像以前一样玩着玩着，那些小孩的家长就跟他们说啊，你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他还没前途，他这个以后都有危险。还有一次呢，来姐姐，那是建议不让家属跟我姐姐不转话嘛，外面刮着沙尘暴，非常的严重，那天气特别的昏暗的，他们接见的人上午接见完就走了，可是我都想家里没有接见我来，我也当时也心里也很那个很难过。到下午了。2点多钟的时候，那警察把我叫出去了，说你家里来接你来了，说你孩子来接你，说你从那儿等着吧。妈妈，妈妈，当他一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之后，我那心呢，整个都揪在一起一样。我看他这个整个脸嘛，那个头发已经都被那个沙尘呢都给蒙住了，剩两个小眼睛，脸上都是灰尘。当时我看完之后嘛，哈，我的心都特别，我的泪一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把他抱住了。孩子给我抬，说妈妈你别哭，那个姥姥和奶奶都在外面，说警察阿姨不让他们进来，就这样。然后他跟我说，妈，我告诉你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我说什么事啊？我爸爸还有2年8个月就要出来了。哎呦，我当时已经我也是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出来嘛，就是，哎呀，就在这过程中，扶摇就是他也承受了很多，但是他承受很多，但他在那个精神上，我看到他也总是快乐的，就让我很放心。那每次来，他都说带我表现得非常阳光，就那些沙尘暴，即使那样露着两个小眼睛，他也面部表情也很愉快的看着。到监狱里最怕的是什么？不是生活上的苦，是被转化。他们是有指标的，要转化练法轮功的。警察的提升啊、奖金，还有监狱的评估等等，都和转化挂上钩。他们把转化看成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转化一个会得多少钱？所谓转化呢，就是说警察会用各种方法折磨你、逼迫你，让你承受不住，然后让你说违心的话，让你骂师傅、骂大法，还逼你呢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骂，写什么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而且还反反复复的写。这种所谓的转化呀，真的是比死还难受。
有一次嘛，他不让我盘腿坐着，我就盘腿坐着，因为盘腿嘛也在增加自己的正念，因为当时嘛他们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这种嘛跟他们对着干那种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嘛，那犯人就非常的生气，一屋人嘛就打我，一个人打完之后嘛其他人都跟着打，有如果有一个不打的就好像跟他们不是一伙似的，所以呢有的人他不想打也得上去怼我一下，有的人呢就打得非常的狠。起来呀，你还敢不敢盘了啊？敢不敢盘了，老实点。当时我就想，我就想到我先生教我的，如果你要是遇到群打的时候，说抓住一个人去打那一个人，他们别人打你别管，那个人你打的越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放手，他们就会对你放手的，就这样。后来我就想，这个个子这个犯人个子比我矮一头嘛哈，我想他打我，我说我如果我打的话，我很轻易就把他摁在那儿，我很轻易就把他那个打倒的，就这样。可是我这手嘛，我就这样手这样垂着手，俩手，但是他打我就这样垂着，我这手这样抬起来，刚抬一点我又放下了，我就抬起来又放下。在这过程我都想师父讲法，我都想起师父的讲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这样想，放下不能还手，我都这样想，让他们打吧。我那夜我也没有睡觉，我看到打我的那些犯人嘛，手上都贴着那种风湿膏，他们手都抬不起来，干不了活了。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了一下，我想他打完我，我没有事，可是他们却那么严重，身体就特别，就开始我就找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嘛哈，这个过激来激怒他们那个负的那一面，但打我其实遭报的是他们，就这样。第一次写信的时候，应该是奶奶跟我都住在四姑家嘛，我说我该写些什么呢，然后奶奶就是意思说你要坚定，你要让你妈妈坚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就是说就用原则来说吧，就是说大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则，每个人都有原则，你要一直要遵守你自己的这些原则，不管你遇到什么。我那时候写字基本上都是用蓝色，写作业都是蓝色，但是想要让它突出，想让它看得更清晰，然后就用黑色写的那句话，让它能够看出我给他写信的这个真意是什么。对，这些都是这些年保留下来的一些信件吧。对，经常会读，晚上有的时候就是写完作业了，感觉看看他们的信都是一种安慰，就是我知道明天我又是另一个心态去面对，就是生活啊人生啊什么的。对，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吧，虽然隔着那么远，看到信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有了父爱和母爱在身边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痛苦。经典连连放，感谢各位的收听。刚才有一条即时路况是说，陈新路西段上目前是大堵车，希望交警尽快赶到现场协调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不影响正常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尽快把路况发送过来。妈妈，您好，近来身体如何？吃得饱吗？有没有挨打呀？这学期我可是一番新模样，徐老师让我当了很多官，但我不负责，不但不负责，而且我成绩还下降了。此时的我已不是您的好女儿了。妈，我有一个这学期刚认识的好朋友孙佳，她刚开学成绩也不如我，现在却要比我强得多。他这几天不知怎地也不理我，我一靠近他他就躲，好像我是瘟神似的。也许是因为我成绩下降，也许是因为我嘴碎，
也许是因为我的家庭情况吧。队长，还有信吗？队长，队长，还有没有信呀？亲爱的女儿，你好，妈妈收到你的来信了。虽然每个月只有一次通信的机会，但看得出来，你进入中学这半年在各方面都有大幅度的退步了。和你一样，妈妈为你失去这份友谊而难过。妈妈觉得你分析的孙家离开你的三个原因是对的。你看，一个人如果不努力学习，不尊重别人，即使穿最好看的衣服，最好的朋友也会离去的。吸取这次教训好吗？努力学习赶上来，尊重别人，善待别人。你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发现柳暗花明的。妈妈，你好。谢谢你送给我的那张精致的小卡片，我发现你和爸爸其实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对吗？我很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让我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小女孩。哎，我现在太自私了，自私的无可救药，常常打骂同学，同桌常被我推倒在地，所以真正的朋友没几个。哎，我怎样改正呀？哎，李飞，你的信。你妈妈在监狱里啊？咱们上节课学习了这个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啊，从1953年开始啊。咱们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亲爱的女儿，你好，看到你的回信，妈妈非常高兴。你能把爸爸妈妈当作真正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1956年啊，我们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啊。1966年，这个毛泽东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啊。成为这个文化大。妈妈知道你为自己这半年来的一些事很懊悔，但不要自暴自弃。你怎么会是人见人厌的小女孩呢？如果你不吝啬自己的微笑，善待别人，谁会讨厌一个快乐善良的小女孩呢？你是否还记得歌手老狼的那首校园歌曲《同桌的你》？你现在假想一下，多年以后，你的同桌如果也想写一首《同桌的你》，该怎样下笔呢？哈哈，开个玩笑。妈妈知道你会做好的，会用你的真诚赢得更多的好朋友。李飞瑶，李飞瑶，文化大革命哪年开始的？1966年，坐下。是1966年啊。1966年，这个毛泽东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啊，成为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当时，我刚进监狱的时候嘛，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一判7年啊，他们就是剥夺了我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时期嘛，剥夺了我青春的年华，这段时间最好的时光，我仅有剩的，我唯一坚持保留我的就是我的信仰，坚持我自己做人的方式。在监狱里，他就不让盘腿，因为盘腿坐，他就以为你练功，
就是说，就让人把腿伸开了坐着。他们警察就用各种方式嘛，就不让我盘腿坐着。然后他们就把我铐到床上，铐到床上之后我就绝食嘛。第一次被铐到床上，就感觉到身体各方面都不舒服什么的。后来我就被发，因为我就想起师父录中写的，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谁敢舍去常人心，常人只想做神仙，玄妙后面有心酸，修心断欲去执着，迷在难中恨青天。悟，人世浑浑，诸目相浑，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物，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趁法传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其人若听其法，必笑之，口出迷信二字，心中必难解难信。此等人为下士，难度也。业大以丰其身，蔽其志，本性无存。那时候我就这样不停地被师父的讲法，就坚定自己的正念。我在想，不管这条路怎么难，他怎么靠我，怎么对待我，我也这样走下去。列队。当第五天呢，他们把我从床上解下来的时候啊，让我洗脸。当时管我那警察他说：“你何苦呢？为了这一个坐着的姿势，你得吃这么大的苦吗？”还有我就笑了，我说：“因为这是佛坐的姿势，是最圣洁的，也是最文明的姿势。”还他就笑笑没有说话。亲爱的女儿，你好，前些天妈妈给你去的信，不知你收到没有？不知你现在的心情好吗？脸上还有微笑吗？
妈妈一直在为你的快乐健康而祝福，为你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而祈祷。王老师，王老师，你能帮我给我家孩子写封信吗？他不上学，要跟他爹去跑买卖，你帮我劝劝。好，我一会儿帮你写。哎，我说，你帮我给我们家那死鬼也写一封，让他给我写信。好，拉倒吧你，人家在外面早有人了。去你的，他敢！扶摇，你知道吗？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冤枉与误解的，小的是父母兄弟姐妹或同学老师的误解，大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误解与冤枉。如果一个人遇到一点别人的不信任或误解或委屈就想到死，那么你想想，人的一生得死多少次呀？你小时候非常爱看《西游记》，唐僧说过，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可见生命之可贵，怎能自暴自弃呢？那个时候是就是感觉长大了嘛，上初中高中就会有一些烦恼，就是比如对家人的那些不满，然后有一些逆反心理。我当时有想过，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我活着就不像别人那样正常，就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就是爸妈不在身边，然后学校环境都是这样子，然后条件又不好，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些不解嘛。然后当时有问妈妈，我妈妈说，孩子带着你这颗抑郁的心跟妈妈到大自然中去体会一下，你看那绿油油的草地，忽起忽落的蜻蜓，运筹帷幄的螳螂，飞翔的水鸟，悠闲的鱼儿，细细的蛛网，这些小小的生命展示了大自然的朴素无私、绚丽和多彩。春花绽放被风吹落时，你听到花呻吟了吗？秋月朦胧被云遮掩时，你听到月抱怨了吗？夏雨滂沱与雷共舞时，你听到雨笑了吗？冬雪飘逸被光融化时，你听到雪哭泣了吗？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苦，无论是乐，都是生命的感受，都是活着的责任与幸福，都是宇宙多姿多彩的一份子。正如你曾安慰妈妈说过的，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更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价值。孩子，你这宇宙多彩的一份子，你觉得呢？现在心情是否有些放松？跟妈妈去欣赏一下那满池的莲花吧。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莲花种子都能开出这么圣洁的花朵。当莲花种子被撒在污泥中时，一部分种子看到污泥的肮脏，彻底绝望了。他们不相信在这臭泥中能开出花来，渐渐的，他们抑郁而死。另一部分种子，他们讨厌污泥的脏臭，整天和污泥吵架。时间长了，他们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渐渐的变黑了。最后也变成了污泥。剩下的莲花种子，它们默默忍受着污泥的嘲笑和讥讽，努力和污泥友好相处，并不断地从污泥中吸收养分。它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终于有一天，它们冲破污泥，开出了圣洁的莲花。为了感谢污泥的帮助，他们把白藕，自己的根留给了污泥。孩子，你看，同样是莲花种子，只是心态不同，结果就不一样。
出监狱那一天吧，我们去接他嘛，然后老远看见我觉得他都在发光，因为他皮肤特别白，然后穿上我们给买的衣服就跟以前7年看到的都不一样，就很美很美的那种，就像仙女一样。然后他感觉他整个皮肤是真的是变了一层，他以前皮肤会有一些会发黄，但他出来那一天感觉他整个人都是纯白的，老远看去像一朵莲花站在那儿。以前看着我一个警察嘛，我出监狱的时候呢，他跑过来就抱着我的胳膊就说，你别恨我呀，你别恨我。他当时我都能感觉到他心底那种迫害我，就是要犯人打我那种自责嘛，我就感受到了，也觉得哎呀，真的是这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我就心里觉得很欣慰的哈，那种感觉。出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里程碑，对我自己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我就发现，我不用再去，就是困惑说，哎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出来？我不用再去想，那我这么多年坚持的是什么？然后可能有几天吧，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然后过了几天，一天中午，我看见我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我要修炼。就好像一个新的篇章，小的时候那个时光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就真的有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按照修炼人去要求自己，是真的要守心性，而不是说就是孩子要懂事儿，要不是那个概念了。那我想到自己那么多年，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直在这样隐忍，会有不公，会有那些怨恨在。但是师父讲就是不含气恨，根本就不觉委屈，那才是修炼人的人。然后就会哦，原来不要有这样的这种境界和气度才是师父要的，就是感觉一下子懂了，有那么一天懂了。